另外，我那边来看一个讲韩国的代志啊，这是代替又过来出车了。张下仔啊，本来是8:26应该爱驶去到台北车头这主江河啊，因为故障船啊停驶，有那影响到伊个后边这5班火车。其实呐，这台这主江河早都已经啊来服务30多年啊，代替伊嘛已经和这台这火车来退休了。啊，不过讲因为这车厢无够，又过个这台火车搁调出来，想袂到调出来了后都故障去啊。就是这台黄色、橄榄色的 EMU100 型自强号，礼拜早起在开离台北火车站前，突然间动力故障歹去，抢修了后慢了38分钟才进站，也影响后壁五个车次。拄到假日，上千名旅客受影响，代替改坐，因为火车伤久了。民国68年，我们新进的第一代的一个自强号，那目前整个一个运行的一个时间已经有32年之久了。发现这个机车故障了以后啊，那我们就有司机员跟我们的这个机车助理啊，两个人合作把它推进到台北车站。EMU 100型自强号是台湾铁路电气化了后头一批对英国买的自强号，在70-80年代负担南来北往的重任，甚至一天南北走3趟。去年6月代替改点时宣布退役，后来却是因为旅客增加，现有火车无够用，所以让退休的旧火车在假日时继续服务，对铁路开往彰化。专家讲，旧火车不是袂使开，也毋过维修保养工作更加爱注意，也袂使提来做主要的运输工具。你如果每个礼拜都用正班车这样在跑的时候，它就有维修，就有一些准备上面的压力，因为你必须负担正常行驶的这种责任。但是如果说你像说一个月跑一次，或者是说在特定的时候出来跑的时候，台铁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做准备跟准备。应该是退休，让大家好好欣赏的旧火车，冒着会故障的风险继续开。专家看了到底也真唔甘。代替表示，这款自强号会进行维修，下礼拜日调出备用的 EMU 300型的自强号来代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